中华文革呢是全台湾第四大关哦，咱的生产面积有1200多公顷，那主要是为咱新港、鹿港、福建一直到丰原大城，特别是以咱丰原为最大宗。那丰原地区呢，搁伫咱的这个永兴、红景哦，啊，一直到咱的这个啊汉堡所在，拢有精密的这个啊产文革哦。那文革呢，今年会使讲是大丰收，但过去是小数量的在销日本哦，那今年日出来，咱第一届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大量的这个啊接到单哦，今年呢，咱接到一张十份的这个大单吼、哦、啊。因为咱中华这边家吼三大养殖区，啊，咱的文蛤产量是很大的，哦啊，所以讲往年诶，咱的这个总有一点滞销，尤其是呐产量丰收的时阵哦，价钱拢崩盘，哦啊，所以讲诶，咱以为这边家包括县政府拢有做一个辅导，哦，最近去年咱就由渔业署这边补助，还有县政府跟渔委这边来辅导申请那个他们的冷冻库，哦啊，所以讲真的是哦，这一次刚好可以用到。哦，我感觉讲政府还是要多关心、多照顾我们渔民。